改革，或者是做一个对的事情，那么台湾民众不会不支持的。但是如果政府的决策的粗糙，这个是人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关键的这个重点是在于规划，如果是草率跟适当的时候，你规划草率适当，你后面的所有的结果要人民去承担，这个也是民众没办法接受的事情。这接下来就是我们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这以后还会持续再发生吗？刚才周玉蔻小姐说，如果这个情况不改，这情况是持续会发生的，但是它不能够持续再发生了。因为我们台湾真的好不容易，你实际上来讲，过去这20年来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愿意敢去在这方面做尝试，马英九先生他是例外。可是你戴着钢盔，戴着钢盔是要打阵的，不是戴着钢盔去准备牺牲的，这是唯一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差别。一个任何政策的破窗，如果你政策破窗的话，谈改革就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情，把所有的能量自己消耗殆尽。就有刚才大家都提到说马总统推卸责任，我今天谈，今天在中常会里面有一位中常委就问了马总统一个问题，他说像昨天晚上那个记者会需要由总统出来到第一线吗？你随便找一个，找经济部长啦、台电董事长都可以啊，甚至行政院长就可以啊，干嘛总统出来站在第一线呢？站在炮火里面呢？那马总统这时候讲了一句话，说实话了哈，我虽然对马总统有很多批评，但我还是蛮感动的。他说没有错，即使台电董事长出来就可以宣布这个电价政策，可是他为什么要出来？因为他觉得他要承担所有的责任，所以他没有推卸责任，他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好，当然我也跟马总统提到了很多他在用人上面所发生的一些问题，因为用人上出了问题，所以整个油电涨价的政策模拟没有做好，准备没有做好，整个用人出了问题，所以物价水准的稳定，在查价，在掌控物价上面，在防止炒作，在防止哄抬上面没有做好。给我就一个问题就好了，那马总统昨天在中常会，今天在中常会这样讲的，这种场景不是发生过很多次？没有，他不是很诚恳的面对中常委都这样子吗？就我所看过的，今天我认为马总统他是真的了解问题的严重性，而且你们也不要认为马总统心中没有一把尺。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天后半段的时候谈到正所税问题的时候，又是一个争议性的话题。有一位中常委提到个建议，他说啊，能不能把正所税的整个的方案都舍弃，就是不要再课正所税了，不谈了，把正交税提升千分之一。马总统马上把他否决掉了，代表他心里是有一把尺的，正所税是该课的，量能课税是该课的，只不过他的方法，所以马上提到一句话，目标是没有变的，但是方法可以做调整，错误要改正。所以当谈到正所税，马总统听到了一个不合理的提议，听到了一个违反了量能课税原则的一个提案，他马上当场就否决掉了。所以他不是没有标准的，但是基本上我今天看到了马总统面对这个问题，他是愿意承担的。当然愿意承担是第一步而已，接下去能不能真的拨乱反正，能不能真的做到把过去的错误做调整，改变他的决策的品质？可是马总统已经执政4年，他决策粗糙，过程草率，到最后急转弯也不是第一次，那怎么办？接下来还会发生吗？不，我们还是必须要给马总统一个机会，一个期待嘛。今天基本上昨天能够把这个电价能够做一个调整，如果说继续的再把6月1号的夏季电价再往后延到6月10号，让整个炒作的空间，让哄抬物价的空间减少，预期减少，对，预期减少，那我觉得基本上我们就应该给他一个肯定了。你不能说当一个领导者他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他勇于承担，他站出来了，他原来没有站出来的时候你们说啊躲在脸书的后面，他现在站出来了，他站出来承担呢，而且做了一些调整呢，而今天的市场也给了他一些善意的回应了。那如果他愿意走一条正确的路，而他确实他的目标是对的，只不过在方法、在时机、在做法上面有待斟酌。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个鼓励一个机会？所以我们这两位刚才讲说总统的心态上面是很难改的，我们是对 你的善良，我是在这个蛮觉得你很善良。你要知道马总统从台北市长任内最严重的就是邱小妹妹事件一直到现在，他重复的是相同的做法，他都是对民意的反应非常的迟钝，一直到最后一刻他自己站出来灭火。他之所以站出来是因为他充满了自信，充满了自负，他知道在台湾这个地方只要他面对镜头好好认错，我们的民众绝对会气消的。邱委员，马英九总统他有他非常精明的政治计算，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算我们的物价到此为止，就算，但是我怀疑能不能就算，他所失去的民心，他这个政府的阁员们，包括他自己领导的危机，是可以平息的吗？我们看政治看了20几年了，国民党当年2000年倒台，就是因为在96年前后，这个李登辉总统他高票当选之后，他非常的傲慢，他用了这个副总统兼院长，发生了一大堆的事情，最后这个民意就变成浪淘。我的意思是，我为台湾感到忧心是，如果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钟摆式的效应啊，2016可能政党轮替，但是我们对民进党政府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是非常的不信赖的。我的这个忧心是说，马总统他度过了这个难关，他知不知道他错在哪里？他不是因为改革受挫耶，他有改革吗？他有对台电内部的所有的问题他有去问董事长吗？我请教马总统，施延祥有跟你讲实话吗？台电内部的所有的问题，我不要讲几大问题，现在连一般的老百姓都知道了，你的买电的问题，你的购煤成本的问题，你的人事结构问题，你有改吗？我们叫你脱胎换骨是去换政府的骨，哎，不是叫你换人民的骨，哎，他现在来换人民的骨，哎，你要改革是改革这个耶，什么叫改革？你教改革吧，改革创新叫做调整结构，哎，改革一定要面对的结构性的革新才能够进步，哎，我不太懂啊，他前面他哪里有受挫啊？你们讲了一大堆都民进党政府的事，有什么用啊？你要未来4年你怎么玩？油电本身它不是一个改革的这个问题，你要至少是恢复到一个原本的这个状况。对呀，那不是所有的这个决策模式，现在才是我们现在要。对不起，我先讲一下啊，这是昨天的联合报，也就是前天王金平院长在立法院啊。公开讲说他认为电价应该分段涨啊，要分几段他没什么意见，人家还涨等等等等。大家想想看哦，昨天的同一个时间，涛哥，我们 SNG 连线是总统府，如果昨天马总统没有开那个会说啊，我们这个改三阶段啊，有2/3的民生用电的这个不用涨等等，如果任由萧万长跟王金平继续连累，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大家可以去想想看啊。今天马英九如果是在跟萧万长跟王金平他们搞内斗搞争权啊，什么我逼宫啊，你去跛脚什么的，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我的逻辑很简单，你未来四年你还是得看马英九，都选完了，不，所以我说不是停马，是停改革。刚陈凤馨提到正所税非常好，各位算算看，24年没有动，24年没有人敢动，阿扁、李登辉都不敢动了。然后马英九现在要动手了，因为你奶被课正所税，大家都反弹啊，谁不反弹？哪一个卖股票不反弹？那涛哥，这个节骨眼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去听那些市场派的吗？你听那些人的话说啊，那就不要涨啊，涨个股市就什么？我们要听那些人的话吗？还是我们要在马总统你好不容易做的部分改革里面，我当然还是不是很同意柯文哲刚提到说，电跟油是不应该还涨的。所以我刚骂伟哲兄骂民进党的意思是出发点是梁山，那个根本不叫改革嘛。涛哥，那以前动涨是错的，现在把它合理化。那你说不是改革，那我可不可以说它是改过？恢复正常，改变，恢复正常，这样我们不用鼓励他吗？他以前不对啊，他现在，我现在走到正确道路，刚邱委员讲了，我回到正确道路了，你们还骂我，所以我跟大家说，今天马英九他要做改革不多，这我同意Coco姐，这四年做的实在是不多，他难得要做的时候，我们身为媒体人，能够不休停，那就不艺术品啊，是要挺你做代志一。涛哥，我对他公开，我税饼做外结论呐、啊。你几个人哈？如果说涛哥你自己想说，如果今天你李涛从50台骂到58台，从早上骂到晚上啊，像动得掉啊？某些人动得掉啊？就算他讲他做的是对的，他贵为总统，嘛动没掉了。啊，明明做的都是对的，可叫你骂，
啊，一概替马立梅三阶段马立梅，没人动得掉这关系。所以我不是要提马英九，马英九做对的时候，所以我呼吁，像之前你谈政所税的时候，台北王小姐打电话进来说，她说应该磕，我听得很感动啊。可是后来又被淹没掉了、啊，那个声音其实应该要出来的。所有的一切的核心的点，政策如果在明明是一个改革，改革不是这个请客吃饭。改革是非常艰困的，改革比革命还要难呢。改革就是要广交朋友，改革是要更多的人民的支持啊。为什么要人民支持？就要是说服。如果改革把所有原本支持、原本朦朦胧胧的都逼到对面去，变成被改革者的一个前面的这个指挥的一群来这个变成一个马前卒的话，这个改革是个失败的。我们现在谈怎么样能够让这个改革是成功的，这就是问题的核心点了、啊。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单向思考。昨天马英九总统其实讲了三阶段，中间一个核心点是三分之二的台湾民众760多万户了，哎，这个是将近三分之二的这个民众是未来可能不会受到太大影响的。可是马总统不会受到影响的，但是马总统开口闭口就是三个阶段的。再看看马总统其中一句话，真是令人非常紧张的这一段话，你暴露出来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思考模式，看一下。我们在基层访问的时候，看到民众对于油电涨价的反应，我们也是感到很过意不去。尽管油电价格合理化是应该去做的事情，但是在执行的方法上倒不是没有检讨的空间。您刚才问得很好，这个方案原方案是经济部通过的，但是我们当时我刚刚也讲到了，他提的方案呢也有的是一次到位，有的是分阶段的，我们也经过讨论。那么当时是觉得担心多拖一个月台电的亏损又多100亿，是这样的一个考虑。这是马总统说这样的一个考虑，多拖一个月台电亏损100亿，这是个事实啊。但是就民众的角度，你如果要进行一个把这个恢复常态，就应该从人民的角度来看哦。人民说可以做的，我们昨天从南到中到北，很多民众说可以做的，讲个道理大家可以接受的。可是你就不能再做了三个礼拜之后说，哎呦，这个整个的物价这个波动啊已经超过预期了，民众实际上受到一些影响的时候，民众说我愿意支持你，你就把这些原来支持的民众赶到跟我们的对面的。孟华先生，对，涛哥，改革是要有勇有谋啊。所以有勇是什么？就是要有决心，而且你要有坚定的意志力。有谋是什么？你要把所有事情都想清楚，全盘通盘的都有计划考量，各种应该发生的状况你该怎么去面对啊？没有这个意外预期之外发生的状况我应该怎么去面对，这才叫做改革嘛。改革又不是说提把枪就上战场去跟人家拼了就叫改革。总统府刚才慧文讲说，不管停马也好停改革也好，基本上今天的国家领导人叫做马英九，他是我们的总统。你停改革就是停马，你停马就是要停改革，因为他标举了要改革的大旗。所以呢，我赞成刚刚慧文所讲的，我也愿意停马，但问题是我如何挺下去呢？如果你自己把自己搞到令不出总统府的话，我们怎么挺下去呢？谁让王金平跟萧万长两个人王萧连线的呢？他们两个是什么时机点跳出来的呢？好，刚才邱委员讲说马总跟他这个恳谈啊，所以以至于有刚才邱委员在涛哥节目里面不断的讲马英九的想法。我必须要讲哦，马总统选过两次总统，而且都选上，而且他打败台湾最艰难打败对手叫阿扁，他绝对不是小学生他在政治上面是非常高端的他才能当到总统所以不要小看马总统，他有他的能力的，那也不要小看他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他后面的用心，我必须要这么说。但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讲说，王萧连线今天把马总统逼上第一火线，这才是关键嘛，不是吗？谁让王萧有跳出来的机会？王金平是个跪在立法院的院长，没有说萧万长是马上要下任副总统的人什么时候让他又开始有机会在媒体上面开始有这么大的版面不是马总统你自己吗？邱委员刚才在讲说啊，马总统说我这些东西都考虑好时机了，我要讲一件提醒大家的记忆。
正所税跟电价上涨是什么时候财政部跟经济部宣布的？什么时候宣布的？刘宇如是什么时候宣布的？28，是不是马总统在非洲的时候？不是，4月12号，4月9号，这些事情。电价是嘛，油价不是，但是正所税是嘛？正所税不是正所税是3月28。全部案子出来，财政部版本出来。对，财政部版本是不是？好，刚刚邱文讲说马总统是要承担呢、啊，这件事情马总统昨天跳出来，他是在承担责任。好，那就代表说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对不对？那你既然现在要承担责任，为什么这些东西全部版本出来跟宣布是在你出国的时候呢？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今天。直接问了，这什么意思？为什么刘益儒你不在马总统在国内的时候宣布？为什么施延祥你不在马总统在国内的时候宣布？要他出国的时候宣布，让他在非洲远远的看台湾发生的事情，然后呢完全不回应，是什么意思呢？大人不在家可以做这些事情就对了，是不是？涛哥，让我把这段讲完。我看了很卑劣，讲实在我觉得很卑劣。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的承担是这样承担的话，我看不起的。那今天出了整个问题回来讲说我要来承担这些责任，那你告诉我你的责任在哪里，而且你要告诉我整个政府体系的系统出了什么问题。就刚刚涛哥一再强调还有四年呢、欸，我们台湾经不起这样子的责难、欸、就是所以我们还有决策过程在未来每一次你的系统出了什么问题，你要告诉我同样的方式的话这里不能讲。不过我真的觉得其实有的时候论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否则你即便是对的事情到最后都变成错的事情。像我们刚刚讲电价，其实当然我必须要承认说，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说你要缩小整个的打击面，那个缩小打击面的目的并不是只是一个政治斗争，不是这个意思，而说你明明知道说其实真正造成亏损的大户在那个地方，其他的人说起来都是小不隆咚的一个零头，你的调整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话，那你一开始330度，一般民众的感受度就真的不一样。那时候是1/3，而且其实是所有人都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影响。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的用电当中都有那个330度是不调整的，超过330度的部分才增加嘛，增加幅度会变得很少。所以这个论述，你要怎么样子把你的论述让大家真的了解？我举一个例子哈，奢侈税去年2月的时候开始苛征奢侈税。涛哥，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还有人从高雄打电话来？其实真的是很难过，我听了也很难过，说我们高雄的房地产都没有涨啊，为什么要把我们当成投机者来打击我们？你记不记得有当时这样子的一些声音？现在一年过去了，高雄的房地产跌了吗？高雄的房地产是反而涨的哦。为什么？因为当投机退出这个市场，大家觉得它恢复正常之后，自住客才会进场。现在市场北部的量缩了，北部南部的量增加了，北部的价格也没有崩跌啊。我当时就说没有一个政策是要这个房价崩跌的，没有，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府经得起房价崩跌，因为任何一个地区的房价崩跌保证就是金融灾难。美国的次级房贷是如此啊，日本的整个的20年的衰退是如此啊，现在西班牙、爱尔兰的危机是如此啊，台湾过去也有本土型金融风暴，都是因为这个房价的崩跌所造成的。所以奢侈税的目标不是为了要让房地产价格跌，是希望让投机退出之后恢复正常，然后接着它如果不应该涨它就应该维持住，现在北部地区至少维持住啦。那你如果回头讲，现在很多人在骂奢侈税，骂的方式是什么骂法？讲说啊，嘛扣不到税啊，扣不到税啊，目的是为了要课税吗？要你2年之内不要进出，目的是为了课税吗？然后说啊，房地产也没有跌，目的是要它大跌吗？想要造成金融危机吗？可是它至少造成了一件事情，短期投机退场，因此它没有在短期恶性炒作的一个空间。可是奢侈税倒说是一个良善的政策，现在也变成骂成一个错误的政策啦。所以如果你一个好的政策你都没有办法好好说清楚的话，它都会变成坏的政策。油电正常化的目的长期是整个社会受惠啊，如果我们真能够节能减碳。但是重点就是跟刚刚举的这个例子，这么说1/3的民众的电价在昨天啊、这个马英九总统的宣布的时候，那个反而不是一个重点，变成个三阶段。你是怎么样把民众推到对站在你的对面去的？跟抓大放小，不要跟民众人民斤斤计较，但是那个核心的目的能不能达成？但是现在民众会觉得说你跟我在斤斤计较这些事情，但是实际上
其实我们平心来看了哈，就是说刚才我提到马总统愿意承担，这个是我们要肯定他的第一步了。但是后面的马总统要做哪些要做调整的，马总统虽然是民选的总统，民选的台北市长，可是他的养成的过程是技术官僚的养成过程。所以你看马总统在很多的论调上面，他为什么会考虑说要一次涨足，他记者会里说了，因为台电告诉他，台电告诉他再拖一个月就会多损失100亿，多亏100亿。他说为什么没有选择三段调涨的第一段在10月1号，是因为台电告诉他到了10月1号会亏太多。马总统这一点我觉得他判断错误了，他太相信台电的说法了。台电该是个被改革的对象，他应该是一个有很多的浪费、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弊端要被改革的对象，可是他有诸多推诿的顿词。而马总统因为是技术官僚出身、技术官僚养成，所以他过度相信这一些在他习惯领域里面跟他比较同质性的人物，所以他相信他们说法。我觉得马总统必须要从台电的、国营事业的给他的那一些粉饰太平的一些文字、数字跟言论之中，这个窠臼要走出来，要看到实情，要看到实际的情况。如何看到实际的情况，听到实际的声音，你才能做一个最正确的判断嘛。你如果永永远远是在那一个你所信任的、你所习惯的、你所可以接受的那一群同质性的人里面，你就看不到实情嘛，你就很难做出一个正确的改革的方法嘛。那永远是目标是对的，那全球可是要是我们如果国家的领导这一群人执政者经过这么多的选举历练出来的，连这个都分辨不出来吗？这是那你讲好听的，真是一群老实人全部聚在一起啊，怎么会被这个叫做蒙骗？如果是确实是这样子，怎么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蒙骗？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上说你相信马总统的改革的诚意，相信他是要为台湾做一点、为民众做一点未来千秋万世的事情。可是你不能够再一而再再而三发生同样的错误，这次的错误还是民众可以承担的，因为你在昨天做了一些的调整。可是如果以后每一件事情好的一个改革到最后全部驻守打住，所以我们希望这一次的调整是最后一次吧，我们希望他能改变他的角色。马英九刚刚讲了下不为例，他说我讲一下这个，你刚刚讲说改革如何要成功，这个角度我是同意啊，就是说不要把支持你的人推到对面去，这是对的。那观众朋友，你想说马总统在这个月的这个520就要就职第二任了，未来这四年啊，台湾如果能够有一点点的进步，不可能靠萧万长，也不可能靠王金平，更不可能靠民进党，你只能靠马英九。那有些在野党就希望说你未来四年哦就继续空转了，刚莫华轩讲继续空转啦、内耗啦、理盲滥情，这样再过四年，这就是在野党希望的。涛哥，今天如果我是在野党，我希望你这四年最好继续烂。好，那我回来讲，已经过的这四年，刚寇姐讲的我很同意啊。涛哥，如果改革不用代价，改革很简单的话，我们今天应该聊一下王建民的那个戒指啊，聊点别的嘛。如果马总统本来就很善于改革，本来就很有魄力，这四年他已经做了很多改革，我们讨论这干嘛呢？对啊，我就不需要教改革了。大家就聊些别的嘛，就聊些风花雪月不好吗？去夜市那边，对不对？跑去宁夏夜市吃吃喝喝不是很好吗？不是嘛？我呼应刚刚涛哥提到这个部分哦，这三分之二的人，就我的判断啊，就是我们 M 型社会里面啊，咱台语讲较强的，较无的。可能这个什么通膨，它的忍受度比较低的那些这些比较需要帮助的朋友，他是没有受到影响的。那马总统没有论述好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就刚邱委员提到应该怎么办？你后面的行政院的、经济部的、台电，你赶快跟上去嘛！总统没有把这个强调出来，反而联合报把它做三版标题，那要让民众了解嘛。这时候这些人就会发现说：哦，您讲起给啊，起给是您起啊，您那大豪宅人起给，我无起啊。我上班族啊，我除了不公盖有钱啊，我没去就给。你看你们要骂店家，那是你们的事情啊。我支持马总统啊，为什么？因为你们这些用电比较凶、不节制的人，你们要多缴一点。杀婚基金，涛哥，三分之二都当选的啊，三分之二还不当选吗？
我有三分之二的民生，有七百多万户还不当选吗？我就当你一户一个人，七百多万票我也当选啊，是这样的。所以你有做嘛？虽然是全民买单，可是有三分之二，而且是弱势的、贫穷线的、中低收入的社会，你为什么不宣传呢？弱势贫穷线还另外有专案的，那另外的补助，那都还有。所以我没有提啊，没有在第一时间提啊。所以嘛，所以伟德兄，我的意思说，马总统做的论述的不够完整的部分，你行政单位第二波就应该上去了嘛，就不要再让在野党说，你长也骂，三阶段也骂，一阶段也骂，你到底要干嘛？不能让在野党掌握话语权。涛哥，我不是要骂在野党，我的结论啊。在野党修理你是他天职啊，没错。那执政党你要起来捍卫。我接着讲，330度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已经做决议了。当初经济部长怎么跟我们说的？行政院长怎么跟我们说的？马英九有没有回应？也没回应啊。啊，现在突然佛心来了，他不是受萧万长的影响，不是受王金平的影响，也不是受陆港败选的影响，也不是受他，请问他受什么的影响？我真的也不了解。改革不是统治者给我们的恩赐啊，改革是马总统在2008年要选举的时候都信誓旦旦要做的。可是问题是他这4年他做了什么？我们只是觉得说，那难道要让这种模式说好了，下不为例，做回一次了？好，希望说下一次能够继续这样子继续下去吗？我觉得这是比较担心未来。为什么我人们马上回应一下？请330度本来120度调整到330度以下，不涨电费。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向吗？同意啊，这是一个好的调整吗？赞成的。当总统出来站到第一线，从善如流，做一个正确的调整，那你又觉得这样不对？我没有说不对啊，我说是好的。可是你刚才把他骂成这个样子啊，改革不是你的恩赐，改革当然不是恩赐，改革本身是很难的，否则我就不会在台湾教改革一个小时3万块啊，我就会跑到大陆教改革一个小时5万块啊，因为1万人民币啊。我就不会，改革本来就很难呐、改革因为很难，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蒋经国，蒋经国也不是出生就会改革啊。你讲过，蒋经国在上海滩打老虎失败，在台湾金圆券造成旧台币、新台币通货膨胀的时候，他也失败啊。他也是经过了一段的磨练之后才成功的。今天马总统照改革的目标是对的，他的方法有问题，他的时机上有问题，他的做法上要调整。他的用人有问题，他的幕僚有问题，我们把问题点出来，我们也是希望改革能够成功的机会大一点。可是要让我们等多久啊？马总统，这个重点，你刚刚讲说用一堆发生的这个状况，这个不是每次做自我检讨、自我省思一下，这问题自我检讨省思要能够改变的、如果这个改变可以给机会，不能改变的，这所有的重点。我刚听完就很担心，因为听起来好像马英九周围1公里范围之内的人全部都有问题，那这样子还谈什么改革？从你刚刚讲的，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就说，马总统他从他比较正式做领导，是从台北市长这个开始，到现在他重复了他的你刚才讲的所有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还蛮悲观的，你还不要讲他用人，将来520之后还有下一波的用人，他在总统府里面很重要的国安会秘书长是什么人啊？这个如果他换出来的新的陆委会的主委会是什么样的人？那个另外一种用人，如果他重复的是他同职性的学者或者是博士，那是更大的灾难。你要替这个马总统想的是，他的这个模式可能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几岁了？所以他只要不要去犯很多错，他唯一的优点是什么？就是他知道民怨到某个程度的时候，他勇于站在镜头前面，还会说过意不去。你们那个陈水扁是坐在监牢里都不承认自己是贪污犯的，所以这一点是他人格特质上面被接受的一点。问题是他有羞愧心，下面的技术官员也有羞愧心，可是你整个的一个系统的领导在吗？我们未来4年面对的国际情势、财经情势，你更别讲我们的竞争力的下降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国大陆要从世界工厂变世界市场，所以出口也要少了。美国奥巴马说我要把就业率抢回来，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出口导向怎么样的改正？那我们这个官僚体系可以接受吗？你要放那么多大陆客来，我不骗你，我认识太多大陆客。我前天还接了一个团，这是另外一个。我的意思就是说，你那么多大陆客来，你的观光的品质有提升吗？你的服务业有提升吗？你这个民众的经济成长的所得没有办法增加，那你可以另辟所得增加的管道吗？经济的结构是不是要调整？这些这么
如果一件小事涨价这个事情他都办不好，我怎么期待你大事？马上回来，就是这是不是这次能够痛定思痛，未来的所有的决策模式能够要改变？我们稍后回来，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但在今天这个整个我们社会大家一片的这种蛮悲哀的这种状况，有一个小新闻，就是彰化一名农民，就以前没缴过税，想尽了办法说我缴税，而且把他个人的长期的存款捐出来当成他的缴税。这个农民，这一位农民的做法，这是我们整个社会很多大家真的可以对比。我们稍后，今天我们210全面开讲，就到处寻找这位农民朋友，但这位农民朋友非常非常的低调，再怎么说不愿意谈，就是这本来就是他该尽的一个义务，他今天要尽而已。我们稍后回来。Road is long, but we'll get you there.Engines running in the open air. Roll with me, and you will see that life is full of goodness. 您想得到，提款都做得到。德国最佳中型 SUV， 提款1238起，豪华价值。选车系加赠影音导航系统，德国福斯 Volkswagen Das Auto。五月感恩心 ，Lumia 顶级101精致抗老精华，含核苷精华、胶原蛋白七大核心成分。Lumia 再创母亲不老传奇，台盐生技母亲节优惠中。气很脏，你却看不见。Honeywell 空气清净机，四倍加大滤网，360度高效滤净过敏源，同时除臭，每12分钟换新空气。美国70%医生推荐 Honeywell 空气清净机，总代理恒隆行，马达5年保固。现在购买百万毫里限时抽。陪你走再远的路也不会累，因为总是可以看到最美丽的风景。谢谢你这一路为我们准备的好活力。北韩开城高丽参，指明红蓝双色有保障。北韩政府授权1-20的养生法宝，北韩开城高丽参，人参专家百灵堂。25000人的震撼，重现英国伦敦凯德公园盛况，史上最梦幻，阵容最庞大，火焰之舞。6月30日至7月7日，台北、台中、高雄，购票请洽宽宏售票系统。雄性本来的嘴不如雄性身体真正的需求。现在，他们都跟我一样选择大汉酵素，因为大汉酵素就是天然的蔬果维他命，要打开健康之门。大汉酵素就是那把对的钥匙。大汉酵素，讲究0.1公克的差距，鼎泰丰行销到全球。你什么时候开始选用这个0.1差距的这个电子秤？大概8-9年前。过去传统的秤是1公克嘛，哈，是45度啊，就4.6公克的，它称出来也是5；5.4公克，它称出来还是5的。明明你就看那个包子，哎，感觉那个剂子大，它还是一样5。那后来就买了这个0.1的公克秤。TVBS 开摆每周日56台。我们接下来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马总统这个未来这个4年啊、这个马上就在18天之后就是第二任总统的开始，但是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这种时间，马总统必须要跟所有的社会大众再一次的说明，痛定思痛，再度能够争取请求人民给一次信任的机会。目前所有如果再有任何一次的政策上的适当草率，民众的信任就是个崩盘。但是能不能够痛定思痛，用行动让人民感受到是不是能够给人民一种信任感？
马总统要改革啊，我们一定支持啊。改革就是让台湾脱胎换骨嘛，让台湾登短廊嘛，这有什么不好？当然好啊，因为台湾现在竞争力的确有问题啊。如果我们再不改革，我们再不把台湾的结构做调整，就刚刚谈到说把结构调整的话，那台湾还将来还有未来吗？所以刚刚邱委员所讲的，我们都同意。我想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会否认这样的状况。但是我要问邱委员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马总统的改革是玩真的还玩假的？我现在有怀疑耶，我真的有怀疑，打了一个问号。第二个，马总统的改革，邱委员他做好准备了吗？第三个，马总统的改革，他真的有能力吗？他真的认为他有能力改革吗？这三个问题，我不知道邱委员你在昨天跟马总统这促膝长今天促膝长谈的时候，你有没有问他这三件事情？如果有，如果你下次还有机会，我恳切请求你问他这三个问题，你真的准备好了吗？你真的认为你有能力吗？还有你玩的是真的还假的？我认为这三个很重要。如果说马总统你明天可以在总统府开一个记者会，我认为你是玩真的。你告诉我你挺刘益儒，你告诉我正所税财政部版本是对的，那叫做量能科罪。对不起啊，凤青姐，行政院的版本他大户还可以退一半的证交税、欸、他一半还可以退的、欸、那个不见得完全量能科税哦。那你说我挺刘益儒，我今天就是要做租税改革，我就是要在台湾，我在未来两年我就是要完全的资本利得税全部科，包括正所税包括土所税。你明天在总统府把整个你的想法说清楚、而不是只有讲说对不起，我们电价分三阶段调涨，那个不重要，重要是我要知道未来两年你到底要做什么。所以你刚刚讲的一个问题的核心点，电价或者油价那不叫做改革，那这恢复正常，长期以来的扭曲恢复正常。真正改革目前的就是一个正所税的这个问题，或者未来的所谓的这个土地实价课税的这个问题。但是是不是你说能是不是真心改革，这还是其次，真正的是有没有能力来改革。大哥，我简单的不，您我一句话是吧，明天如果记者会开了，那会造成另一个大的风暴。昨天他说他前几天他说他挺他说他挺王如选，陈冲被打了一个巴掌。明天再开一个记者会，然后陈冲再被打了一个巴掌。我觉得这是个决策模式的问题嘛。你怎么样从这个在行政院的政策形成之前，你要经过多少周延？那现在就变成你就要折损到一个行政院长。要不要做？那这是这个韦哲先生讲的，这是重点。对，在我没有要求他要去支持刘益儒，他只要支持行政院版本，不打折扣就好了。我这样说好了啦，马总统是真的想改革，他是真的要做改革。虽然我说他的目标是对的，他认为他准备好了，他以为他准备好了。你认为呢？他以为他有能力，绝对是。但是事实上，我说过改革很难。现在的环境比李登辉的时期，甚至比陈水扁的时期，那跟蒋经国时期不要比了。为什么？改革一定有人得利，有人受害。现在的媒体不会登载，不会报道得利的那一部分，他只会报道受害的部分，而且会把所有的受害的部分做无限度的放大。有些媒体甚至每天头版、二版、三版，每天给你报道。24小时从早上骂到晚上，他把受害的部分放大了，无限放大了，你当然造成改革越来越困难了、寸步维艰了、举步维艰了。这就是马总统会以为他有能力改革，他以为他准备好了，可是上路以后发现知易行难了、做的时候他发现这样的一个媒体环境，这是我们必须要去体会，给他一个亮点，就是能力的问题。是我跟木华兄这么熟，我开个玩笑，我希望马总统宣布他支持曾巨威的版本，当时开玩笑，开玩笑的。那郭台铭在马总统连任之后，郭台铭他公开讲过，他说做就对了，做就对了，我管你做什么。刚邱委员讲那些都是借口，我根本不想听。马总统的问题就是把国民党立委团结起来，对，我管你民进党讲什么，我管你报纸讲什么，电视讲什么，我把国民党立委团结起来，把王金平团结起来，我就成功了。这是问题，怎么是民进党？如果今天国会是民进党多数，那完全不一样哦。陶哥，你在选前讲过，国会跟总统是不是都有同一个党来在这个当选？现在我们的结果就是，国会跟总统都是国民党在处理。现在导弹是哪些人？你说黄伟哲抗议啦，什么柯建铭怎么样，什么我都无所谓啊，因为他们本来就反对马英九的天子，是天子。那国民党的立委呢？邱委员本来可以捍卫的，邱委员现在变邱教授了，变这样子啊？邱毅是怎么被修理的？昨天起诉了、
那个谁啊，杨秀珍那个朱杰那个赌盘就修理他，他就被干掉了。所以涛哥，我现在讲的重点说，如果国民党的立委马总统你恩威并施也好，用点手段也好，你把那些什么自己提案的啦，什么瘦肉精啊，什么有的没有，通通完后都把它做完整的处理的话，改革就非常相对是简单的，可以做的嘛。我这边就是补充一下，其实你如果去看当初李登辉跟国民党之间的关系，你碰到重大政策，什么叫做站到第一线，就是把这些立法委员通通都找来，我跟你们座谈，我跟你们恳谈，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拜托你们支持我，通常都是讲完了之后政策就已经确定了。那现在为什么我不懂证券交易所得税，现在你到底想法是什么？你不需要开记者会跟全民宣布，那你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自己提案，而且每一个人都宣称他得到马总统的支持的，一堆版本，每一个提版本的人都觉得他是得到马英九总统的支持的。那请问一下，那赖世宝不是你马总统的人吗？对啊。那你赞成他的方案吗？你若不赞成，你不应该跟他谈一下吗？那他还会一定要提这样子的案子吗？你国民党如果整个都团结一致，然后支持行政院的版本，我告诉你临时会也就过关了，那整个的股市的阵痛也已经结束了。这个国家就是按照宪法，按照选举，然后在立法院国会的多数，国会的多数当初社会大众愿意给国民党还有相对的一个多数，就是让你能够执行嘛。对，如果你连自己的一个国会的多数都已经掌握不住的话，你这重点能够怪谁？问题是掌握多数。我们稍后再回来，除了这个问题之外，我们稍后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位农民朋友，好一则小新闻，但是真的我们仔细倾听的话是一个大震撼。今天我们邵凡轩跑了一天，稍后回来跟观众朋友来报告。剪发八折，慢读发型，陪你走再远的路也不会累，因为总是可以看到最美丽的风景。谢谢你这一路为我们准备的好活力。好消息，迪士尼卡通明星米奇、米妮、巴斯光年、小美人鱼都来咯，小朋友的最爱迪士尼儿童音乐剧米奇音乐嘉年华，5月25日起台北、彰化、高雄等你来跳舞哦，购票请洽宽宏售票系统。买房子上591售屋网，买房子上591售屋网，买房子上591售屋网，招股新房屋全都有，快上网搜寻591。吃糖，医生说我不能吃太多糖。阿妈，阿妈，我是睡着啦。那你怎么没感觉？一旦末梢血液循环不良，就会产生问题。循利宁滴剂含银杏叶萃取物，可辅助改善末梢血液流动速率。循利宁滴剂，循利宁。一切真实存在。申报期待写银行，飞利浦音波震动牙刷，每分钟31000次震动，清洁力提升100%，7天亮白，全球最多牙科专家推荐。讲究0.1公克的差距，顶泰丰行销到全球。你什么时候开始选用这个0.1的差距的这个电子秤？大概8-9年前。过去传统的秤是1公克嘛，哈，是45度啊，就4.6公克的，它称出来也是5，5.4公克它称出来还是5度。明明你就看那个包子，哎，感觉那个剂子大，它
他还是一样五，他后来就买了这个0.1的工科车。TVBS 开买之后，每周日56台。那台湾当然需要往前迈进一步，所以很多社会大众到目前为止非常的怨。但是马总统如果有这个心，真的能够痛定思痛，改变整个的一个决策的过程，而不是在跟民众说我跟你交心什么都没有用，实际行动做出来。不，今天有一则小新闻，就是刚才跟各位报告的，大家可能也都没注意到，一位彰化的农民朋友，他没缴过税，他认为说他应该要缴税，他是农民。可是今天我们特别请我们的这个特派记者邵凡轩去追踪他，想要能够是不是采访他，但是他非常非常的低调婉拒。我们台湾民众真的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农民朋友的身上感觉到很多的事情。凡轩跟民众报告一下。好，陶哥，今天呢有关于这个农民呢是捐了16万元给这个国库，结果是让这个彰化的西湖地区整个都动起来。为什么会动起来呢？因为今天我们查到，其实这个农民呢他就是住在这个彰化的西湖地区。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了，就是总共找了25个里的里长，我们一个一个打电话来询问他们，他们听到的时候都非常震惊，因为他们说他们不敢相信他们的里居然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热心的民众。他们同时也说到说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说到底是哪个里民捐了这笔钱，而且他们也很希望说有机会的话知道是谁，他们也很想跟他交个朋友来了解一下说为什么他会想要捐这笔钱给这个国家。同时也他们说到说这个李明真的是非常的爱这个国家，而且呢看到国家这个财政有问题的时候愿意捐出他自己赚的辛苦的钱。那另外同时我们问到国税局哦，因为当时这个李明当时这个老农的时候有特别去跟国税局呢，然后来特别就是看过这样子。那到时候国税局也说到说他非常的低调，那到底呢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以下的报道。穿着夹克拖鞋，右手不断抖动被雨水淋湿的裤子，一路低着头紧跟着国税局人员来到三楼。走进办公室后，61岁的陈老先生才松了一口气，卸下心防，说明来意，但前提是他的身份绝对不能曝光。口袋里面放着现金16万，然后就走到这个三楼了，说要找主任啊，说要把这个钱啊捐给国库啊。因为放在口袋白花花的钞票16万元，老农说全部都要捐给国库，原因就在于自己是种田的，从来没有缴过税，但如今国家财政有困难，想尽份心力，但对于自己的身份坚持不透露半点讯息，只想低调再低调，只强调说他身份不要曝光。早上我知道那个画面被拍的时候，我有打电话给他，他其实很无奈啦。他一直问说那名字到底有没有给他，我说没有。时机拍卖，依目前行情，种菜想要增个10几万元，至少得花上2-3年。但老农却是毫不犹豫，通通捐了出去。他为何要这么做，又如此低调？记者一路追到老农种田地，彰化西湖地区，先是问了当地的国税局。当时老农只留下了手机电话，但捐款后就不再接了。转战镇公所，镇长也不知情，一路询问农家，也没有人认识。你谁啊？这个人。这关金哦，不加了。这有人捐10万吗？再来，25个里长一个一个打，完全没有人知道。有一个老农夫捐了16万给国库，是你们那个里的人吗？只能说老农捐钱形式真的真的很低调，想找到一点点蛛丝马迹真的不容易。16万元虽然只是一笔小金额，但对老农来说，长期受到政府照顾，人要懂得知足与感恩。行事会如此低调，一切都只是想要为政府尽份心力。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今天特别想去采访这位农民朋友，但是他真的很低调的说，这只是他尽一份心意。就是在整个这位农民朋友，大家可能觉得真的是微不足道的一则小新闻，但是就整个社会的角度，我们稍后再回来看一下，那么在他身上发现了什么事情，这才是值得大家蛮他这一句话要这个知足跟感恩呢。马上回来。
众大家好，最近在台湾保险业发生非常奇特的现象，只要电视广告一播出，观众询问度马上满线，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街头实地访问，看看各位民众对这个商品的了解状况。走，请问您知道目前电视上非常热销的保险是？先生你好，请问住院每天最高8000元的保障是 ？AIA 友邦人寿黄金双保。请问您知道一次涵盖医疗险加意外险的保障是？请问你们知道每天不到25元的保障是 ？AIA 友邦人寿黄金双保。哇，原来大家都知道 AIA 友邦人寿黄金双保，那就让我们接下去看看还有什么好康的呢？天灾地震、交通意外，你有没有想过生活周遭到底有多少危险吗？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 AIA 友邦人寿的保险专家，利用短短几分钟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买医疗和意外险要取名黄金双保专案呢？观众朋友，今天真的是有看有好奇有买有保庇啦。今天呢，就是让您用每天最低不到25块钱，就让您享有住院保障最高一天给您8000块钱，意外身故保障最高给您到400万。这么好康内容，是不是赶快来告诉我们各位观众朋友呢？黄金双保专案拥有完整的6大保障，涵盖了住院、住院手术、加护病房、重大烧烫伤、意外身故、意外残废等6大保障。哇，这么好，真的就是用手边的零钱就可以让你的保障升级哦。AIA 友邦人寿在台湾扎根超过20年，历年来透过电视推广许多保险专案，引起广大回响。黄金双保专案每天最低不到25元，用手边的零钱一次拥有医疗加意外保障。我们有两个小朋友，所以经济压力还算蛮大的。那家中的生活开销啊，必须要精打细算。那我看了很多家的保险啊，不是保障不够，就是保费太高，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 AIA 友邦人寿黄金双保专案，它同时有医疗、意外双重的保障，而且保费也不贵。这就是我想要的。是的，现在有好多的观众朋友陆陆续续的打电话进来询问呢。为什么我们黄金双保专案是这么样的受到大家的欢迎呢？没问题，黄金双保专案不管是意外、生病或是癌症住院，一天就补助您2000块钱。如果住院需要动手术的话，一天直接提升为4000块钱。如果住到加护病房又要动手术的话，一天总计补助您8000块钱。有许多的保单哦，加护病房它只能给付几天而已啊。加护病房我们是住一天就给一天，最高给付到180天，只要您可以提供医生的诊断证明书，我们就可以申请理赔了，不用怕收据不见就拿不到理赔金哦。那意外保障呢？我们提供的增额型意外保障，投保的第一年200万的保障，第二年直接增加到300万，第三年直接加码到400万。保障加倍，保费要增加吗？完全不用，保障加值，保费绝不加价。我们的免费专线电话随时有专人为您服务，欢迎你打电话来问问看。住在阮南方拆完了后，就靠着开客轮车以及这个家。去年一次意外车祸，弄断脚骨，必须要住院开刀。我看到这么大笔的医药费用，一时间我也不知道是要安怎。好佳哉，当初我有替阮人买一个友邦人寿黄金双保专案，所以这次住院手术，友邦人寿拢有赔，会当顺利度过这边的难关。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会有用到保险这一天。从前每天工作的时间非常的长，经常晚上还得陪客户应酬，但我总是想，反正趁着年轻多赚点钱。还有当初有朋友向我推荐黄金双保专案，我就打电话去 AIA 友邦人寿算一算，才知道原来保险并没有想象中的贵。去年有一天熬夜加班的时候，我突然昏倒，等我醒来时才知道自己既然是中风，这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幸好当初我有投保，在住院那段期间不但不用担心医药费，更不会花到之前的积蓄。您还在为了买份基本保障而伤透脑筋吗？不断上涨的保费让您想替家人和自己增加保障却没有预算吗？ AIA 友邦人寿黄金双保专案每天最低不到25元，就可以享有意外身故、意外残废、住院、住院手术、加护病房、重大烧烫伤等6大保障，请您马上拨荧幕上的电话，就有专人立刻为您服务。赶快拿起您的电话，别忘了打电话哦。感谢友邦人寿给我们的帮助，我们可以有更好的保障。啊，有黄金双保，我们很放心。真的，还好有友邦人寿。友邦人寿，感谢您的支持。AIA 友邦人寿。
其实一个小新闻不需要缴税的农民朋友问之再三，找国税局说我怎么样去缴税，然后就在一个大雨的这个状况之下全身湿透拿着现款去缴税，然后又完完全全这么样的低调，一则小新闻，但是我们社会大众仔细来思考一下。我其实跑财政部的新闻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有时候常会跟朋友开玩笑说，我觉得我的人生在财政部的新闻当中学到了最恶劣的一些事情，就怎么样避税，怎么样逃税。我要告诉各位，所有的避税逃税的手法我通通知道。很多人会骂我笨，说那怎么不会用，我就是不愿意用，因为我知道他避税逃税的可恶性。所以今天这则新闻，所以昨天这个新闻就出来，我其实是非常震撼这一则新闻。在这一次正所税的事件当中，很多人会上节目教大家怎么逃税，大辣辣的，而且还觉得说他这样子做非常的聪明，其他缴税的人都是笨蛋。我觉得我们的社会风气，就是说社会风气变成这样是很糟糕的。我们刚刚讲正所税，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今天真的证券交易所得赚两千万的人，赚两千万哦，不是只有两千万进出哦，赚两千万的人，按照现在行政院的版本，扣除掉400万的免税额，1600万的所得要课税，可15%的集聚的税率是240万，而240万再扣掉他已经缴的证交税，我用非常保守的估计，他要赚两千万，大概至少缴了30万的证交税。那他只要缴210万，两千万的人他不愿意缴210万，可是老农夫我必须说，他每一年所得可能不超过10万，是根本不用缴税，本来就不用缴税，他认为他欠国家要缴税。如果我们对比一下这位老农民，其实年纪也不是很大，这位农民朋友他说我愿意去缴税，因为我们以前没缴过。那么对比很多的政治人物，为了一些大家说明明知道都是改革是应该是对的，但是会用各种的理由去阻挡它。如果再对比台湾长期以来的民粹，我总是觉得这位农民朋友今天虽然大家不重视这一种新闻，可是这个才是我们整个台湾的一个新的公民的一个新的运动。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是有点重视，是重视这种新闻的，要不然陈述局不会得到这么大的崇敬了。然后我刚刚也想提，就是有些老农民们，好，他会把他的积蓄啊，包括他的救养金或者他自己的积蓄捐出去，但捐跟缴那种心态是不一样，我可以理解。但是某种程度来讲，这当然是给这个台湾的社会一个上了一课，对于未来可能面临到了一些改革的议题也好，或者是说这个税务改革，不管是马英九总统提出了其他的各种改革，我觉得其实是某种程度大家可以冷静下来。尤其这位农民朋友，他一再跟那个税务人员强调一句话，他是觉得国家的财政有困难哦，他都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公民，虽然我是一个农夫，我是种菜的，但是我觉得财政有困难。他是把这个几年来的这个积蓄存起来，然后一次捐出来。这个跟社会氛围有关啊，就是这个是一个他说他要交税啊，这个很早的十几年前，其实我们还会表扬这个十大这个缴税的人，优秀的人，像王永庆先生，我记得陈长文先生常常都是名列这个第一名的啊，第三或是前面的，对不对？可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社会氛围开始奖励会逃税的人，或是会避税的人？事实上，在西方国家，大家不太敢这个公开讲我很会这个避税逃税，因为那是一种社会公正的一个舆论的制裁。所以今天这个新闻的背后，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总统或者说我们这个政府，在一个改革的氛围的制造过程当中，他可能需要更多一些思维，他把这一类的社会的这种正义的力量的形成啊，无形的或者是有形的变成这么有力的无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其实这位农民朋友不只是在缴税，而是他可能强调的那个背后的说，我知足跟感恩，我觉得我要为国家做点什么事情。你相对来看，台湾有多少必须要面对的事情，但是我没有遭遇到多少的一些。这个重点就是说，国库为什么困难？国库为什么困难？一个烟火一个晚上放掉2亿啊，大家和平公园放掉2亿，一个游泳池盖错12亿啊，一个台北市公车专用道花了快1亿，现在没有用啊，在中山西路那里啊。所以这老农民他16万怎么捐都捐来不及，国库为什么困难？其实涛哥，这是你的责任，要好好谈哦。第二个，这个月是5月，
像我只要缴所得税，那有些人有房子的好几间呢，又要缴所得税，又要缴房屋税，大家都是一边缴税一边骂。涛哥，我的结论哦，当初你在讨论正所税的时候，有多少人我讲台语哦，叽叽叫啦，啊，你要磕，我要上街了，我要跟你扁了，我后悔支持马英九了。这个老农民他投谁根本不重要，没错，他心疼是这个国家。那些正所税那些贪婪的人，我必须讲，因为我知道你节目快结束，不可能扣印了，你们这些贪婪的人啊。看看那个新闻，想想自己。谢谢，最后三句。我们看到老农主动缴税160,000的新闻，在对照前几天有一场正所税的公听会里面，有一位名嘴在公听会里面公开的说，他过去用人头，他担任营业员的时候用人头，哦，那么逃了很多的税。他把这个当成是他个人的一个智慧高超的手法，而媒体对这个新闻是极度青睐的，一波再波，这就是我们社会的风气。如果马总统希望拨乱反正，也请你注意一下这方面的问题了。这是老农民身上看的，真的是我们台湾大家可以进一步的来思考的新的公民精神。再回来新闻夜总会，晚安，谢谢。蔡玉珍。